接下来有请魏宇老师宣读问题，承德老师答疑解惑。好，尊敬的陈丹老师，各位线上的同学，我现在呢，开始把同学们的提问呢，在这里说一下。那我们这里呢，总共有26个问题，那其中呢，每有个问题呢，还有一些小问题啊，所以呢，就是也是比较多，请大家呢，就是在我们。老师回答问题的时候呢，保持静音。好，第一个问题，我开始吃素了，之前一直没吃，因为要随顺家庭，但最近有因缘触动决定吃素，但家人呢有一些反应，又说我要去做和尚，这个该如何处理？好，我们欧洲的朋友啊，现在是半夜啊，哎，可以先休息啊。啊，这个我们有录像，之后还可以再交流。好，这个静坤呢，也可以先休息了。我忘记了你在英国。好，那。我们常常说啊，要经一事啊，长一智。吃素是好事啊。为什么产生这样的一个反应呢？那首先呢，我们可能在做一件好事之前呢，要铺垫因缘。可能让家里的人能感觉到，我们在考虑吃素，我们考虑的点是什么？那当然，这个考虑的点呢，我们也是尽量啊，是家里人能理解的部分，比方说健康。比方说对地球环保很好，解决温室效应的问题，这一些呢，他们能够理解，这样我们做的时候啊，才不至于造成他们的误解，所以我们不能，要做好事了，没有顾及到家里人的感受。家里人的认知情况，那这样就可能产生了不必要的误会跟不必要的阻力，所以有时候家人的反对呀，可能还是我们考虑事情啊，不够周到啊，造成的，那当然。现在已经是这个情况了，那我们就实际的情况，比方说他们现在担忧，你会不会去做和尚啊？那你就跟他讲清楚，我没有要做和尚，针对他们的担忧给他们安心，就好，那至于吃素呢？我们先从自己做起不要去，又要去要求家里的人，那可能又会造成别人的反感，那我们先好好自己，吃素，当然也要吃得健康，那这要下一番功夫，吃素也要不能偏食了。把事情给吃得不好了或者都吃得太寒了那可能又让家里的人不认可了所以怎么吃得健康应该有相关的书籍资料当然也要认识自己的体质状况会更理想一些。好，以上回答。
好，第二个问题，团队中有同修出现了情绪，该如何去护念？好，那同修出现情绪啊，哦，那他的原因是什么？哦，比方说是团体的啊，一些决策，团体的一些做法啊，哎，有不妥的地方啊，造成他的烦恼。那这个当然，我们团体需要反思，需要检讨。啊，你把它做调整了，啊，那团体的人就，哎，会觉得，哦，这个我们领导者也是啊，知过我能改啊，那可能这个烦恼就没有假如呢，这个烦恼是属于他个人的。啊，所遭遇到的一些境缘，好，那我们首先看看，哎，他现在能不能接受我们呢？啊，跟他交流，啊，还是他现在需要静一静？啊，我们要帮助别人呢，也要考虑到他的状态。啊，他已经说，你先让我静一静吧，啊，那你又要跟他聊。那可能他心理上都反感啊，不能攀援啊，包含你要护念他，那他对我们的信任够不够？信任够了啊，那我们可以啊，善相劝啊，去针对他的情况去护念他。哎，假如信任还不够啊。啊，那我们可以念佛祝福他，回向给他。好，那我们自己，哎，不受他情绪的影响。哎，我们自己先做好。啊，哎，他看在眼里了，哎，对我们信任越高你护念他的因缘呢，就出现了。哦，所以我们要。帮助别人呢，也不能忽略了自己的提升。啊，要劝别人呢，心平气和则能言呢。啊，我们得提升自己的修养哎，我们想一想，我们劝别人的时候，会不会动情绪？所以还要多练自己呀、啊，劝别人的时候不会起情绪，这样要护念别人呢、啊，才比较稳当。好，以上回应哦。第三个问题，请问一切法从心想生，所以当我们看到别人愚痴造恶、传播邪法时，就应当想到一切法从心想生，我自己应该念佛忏悔。请问这样的做法是正确的吗？好，啊，一切法啊，从心想生呢，啊，这个是理，这是义理，那理事啊要圆融，我们不能执了理呀，啊，废了事情啊，比方说。他有过恶，他传播邪法，啊，那你有机缘可以劝他，那你劝不劝呢？啊，我就念佛忏悔就好了，那你那个事都不用做了，啊，那假如是佛，按照这个说法了，那佛就每天念，帮我们念佛忏悔，我们所有的人都成佛了，都不用修了。我们首先呢，在这个境缘当中
对我们来讲，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故。我们不要因为别人造恶了，传播邪法，跟他对立起来了。我们应该是见人恶即内省。我自己有没有？我没有了。那我进一步能不能去顾念到他？善相劝，德皆见，过不归，道两亏嘛。假如缘没有成熟，那我们还是芸芦众生失落自己，还没有成熟呢。那我好好做好，显正破邪嘛。让他看了有触动，我们也每一天呢回向给他，因为人要闻出世的正法，也要有出世的福报，这个黄念祖老居士讲经的时候我们有听到个案他要带某人去亲近王上师。是黄老的老师了，结果约好了时间呢，到那一天呢，就突然有状况去不了了，后来黄老每一次要带人去亲近善知识他就先帮他念了108遍《金刚百字明》，后来就比较顺利了。也出世，也有出世的福报啊！当然，大家不要听完了以后就念《金刚百字明》了这个念阿弥陀佛就很好好。第四个问题，我的问题就是学习、工作、孩子、家庭，无论哪一块儿，都是要全身心的投入才能够做好。每件事情都要做，又感觉不能全力以赴，该如何平衡？好，要能够达到学习、工作、孩子、家庭都很平衡这个也不是马上修，马上就达到这个境界首先呢，自己不能着急这个烦恼从哪里来的？哎呀，不能平衡了，咋办呢？急死了！立事练心我们现在眼前这个境界在练我们什么？练我们呢，不要着急，要定下心来，锻炼我们做事。事情有轻重缓急，能把它理一理，再来呢，工作是不是学习？是不是修行？陪孩子是不是学习？是不是修行？我们不能把修行、学习跟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拆成两件事情所以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我们心上要有佛法，我是紧行在相应的。我在陪孩子的时候，跟孩子沟通的时候，我也是正思维的。用佛法在思维的，所以我工作的时候，陪伴家人的时候，我也在熏习
我都用惊叫在思维啊，我也在熏习啊。哦，当然不是一下子就能达到这样，但我们往这个方向去下功夫。那还不行的时候啊，那当然这个定课啊，还有听经啊，每天坚持啊，这个对我们去应对境界的定力啊，还是会有帮助啊。大家有没有感觉啊？两三天没有做定课了，好像心就比较定不住了，啊，妄念多了。好，以上几个角度啊，供大家参考。第五个问题，弟子提问两个问题。问题一，弟子在家庭生活中做好本分，也会在陪家人享受娱乐活动，可是，在落实的过程中，因为没有定力，常常被境缘转，自己随着也会产生贪嗔痴等习气，越来越觉得没办法平衡。如何再把时间努力去学习和念佛上面下功夫？和恒顺家人之间能两全其美。问题二，弟子在吃大亏的时候总是生烦恼，无法真正做到平静和放下。自己通过学习经教平静内心，但这些烦恼还是来来回回的起伏，落实的不好。恳请老师慈悲开示，如何对治这些问题？嗯 好，是第一个问题啊，首先这个仁者啊，他知道要落实恒顺家人啊，恒顺众生啊，这个挺难得的啊，普贤行啊，我们要落实在生活、工作啊，处事待人接物。当然呢，我们也不是一落实就成了普贤菩萨啊。在落实过程呢，我们也要就事论事你恒顺到最后被众生给渡走了那这个不行那立誓练心啊。哎，比方说，我在这个恒顺的过程呢，是被什么境界转掉的？那就是我要修行的重点了。在恒顺的过程呢，比方说陪家里人看这些电视看太多了。就被这些情境啊牵到五欲六尘去了。哦，那这个时候你陪着看呢，我看是看而无看，就是你虽然在陪啊，最好是念佛。哦，心里在念佛啊，这样可能就不容易啊，在恒顺陪伴的过程都被转掉了。那我们呢？陪伴家人呢？也是呢，不要让他生烦恼。然后呢，我们也是顺着陪伴呢，能有一些共通语言呢。共通语言啊，不然让家里人觉得好像你跟他在不同的时空啊，这样他就不是很能理解你到底在学什么那有这些共通语言呢，我们共同相处的这些时间呢，我们有共同的话题呀，可以交流。那当然，在这个交流过程呢，我们也是多理解家人，
了解到他心里在想什么，啊，再顺势而为去引导。那当然，你这引导的前提呀，还是要做的让他佩服。啊，这菩萨四德里面呢，威仪住持是在前面。啊，威仪住持有则德。这是身教啊，之后才是柔和直持摄身德啊，是言教。好。哦，所以这个我们在恒顺过程呢，也要顾及到自己的状态不能恒顺到最后自己都做不了主，这个就不妥当那第二个问题呢？我们老和尚说啊，学佛首先呢。学吃亏当然我们在落实依据京剧啊，也不是一落实就完全到位了还是会有进进退退就像您说的这个来来回回的起伏那老和尚也常常讲啊，理得心安呢、这个心还是不能安住啊。这个理呀、啊，还体会的不够透彻。假如真的知道啊，吃亏是福了，啊，真的知道啊，哎，都是因果啊，啊，他不找别人，干嘛找我呢？那你就欢喜还债了。啊，你就不会呀，觉得很委屈了。所以理要真正了解得很深入啊，那还是要长期熏修。你可能听老和尚讲啊，要学吃亏呀，啊，你听一次，跟听老和尚讲过20次。感觉一不一样？你越熏了，那个理可能就越能入自己的心了。所以深信因果啊，可以解决我们很多烦恼。深信因果就能逆来顺受了，随缘顺受。好。第六个问题，请教三个问题。问题一，佛家讲因果，如果我上辈子欠了别人100块钱，请问这辈子每年的利息怎么算？问题二，如果有人今生偷盗或挪用了三宝的钱，现在知道错了，想还给三宝，这个利息怎么算？问题三，佛说现在处在灭劫。但是现在人寿命越来越长，这个怎么解释？好，哇，这个问题要算出来啊，不如把这个时间呢花在念佛上面可能就往生极乐世界了我想呢，有些问题啊，我们不要太较真我看这个专家也不好算。你看通货膨胀啊，每一年都不一样每个朝代也不一样，哇，这个算起来我看不好算，但是呢，有一个原则，这个欠债还钱呢，而且你看这个欠了还是会加一点利息的，是吧？不然呢？这个300年前100块钱，不，这个100年前的100块跟100年后的100块会一样吗？
不一样啊，买的东西差太多了。哦，而且你还人家还的痛快啊，跟还的心不甘情不愿，这利息也不大一样。好。哦，所以首先我们呢，已经犯的过啊，就不要纠结了。往者已矣啊，来者可追啊，告诉自己不要再欠人家了。啊，随缘消旧业，不再造新殃。哦，那第二个问题啊，挪用了三宝的钱呢？那当然，我们今天大家一起来交流探讨这一点呢，我们要高度慎重。在《地藏经》当中也有提到，这个不能盗三宝物啊，因为三宝物啊，它是通十方的。我们俗话说"冤有头啊，债有主啊"。你比方说这个中国人呢，最好别偷税啊，别漏税。因为你欠的人是几亿人呢、啊，就不好还呢、啊。那三宝物呢，那是净虚空遍法界出家众所以这个因果不好还。那已经造了呢，那就要忏悔，不能再造了，后不再造。再来呢，赶紧精进念佛，求生净土。哎，阿弥陀佛发48愿了，没有说盗三宝物，曾经盗的我不接，没有这一条。你就当做鞭策自己的力量。就好像云科法师出家人犯了戒，那要堕地狱啊。他产生敬畏了。哎呀，我已经造了这个因了，我得堕地狱了。哎，怎样的方法可以让我不堕地狱，可以出轮回？这个同参道友就介绍他念佛。他也看了很多这个念佛往生的例子，他非常感动。念了3天3夜，阿弥陀佛现前了。有佛法就有办法。而且你往生极乐世界了，不堕三恶道了。哪怕欠了很多人了，你都有能力去还了。你有无量的福报了。可以骗供无量诸佛，也可以骗供跟你有缘的债主了，所以不要操心了啊，一心念佛，求生净土了。第三个问题啊，现在是简洁，可是寿命越来越长这个黄念老提过可能是因为，我们说简洁呀、啊，他这个寿命啊，智慧德能减啊，他不是啪这样一条线减下来的，他可能有什么，有起伏的，但是大致上是往下。那我们可能呢，是遇到一个要中心起来。所以可能寿命啊稍微往上增了。大家想一个问题哦，末法还有9000年呢，那大家看一看，摆在我们面前这几十年呢，
人心堕落的速度快不快？这个速度再不止住啊，那50年后会怎么样？人还像人吗？那末法还有9000年吗？哎，所以被我们遇到了啊，这个中心呢，在我们的世界因缘里面了，哦，所以大家要好好努力了。哦，那当然这个寿命呢，平均呢，说实在的，有时候那个数字啊，也是某个角度而言。我请问大家，堕胎要不要算在平均寿命里面？哇，这个算进去了就吓人。对呀，我们老祖宗为什么算虚岁啊？他已经有生命了啊。10月怀胎，那生命就在里面了。哎，他已经有生命了，他还没生出来就被剁掉了，啊，哦，所以啊，这个传统文化、伦理道德要赶快复兴了，不然那么多难得人生难得的机缘，就得到这样的结果好，这个。有朋友说这个加沙地区平均寿命只有18岁啊，哦，那边战争多啊，伤亡就很多了。好，我们看下一题啊。第七个问题有两个问题。问题一，弟子的母亲也是一个念佛之人，对儿女情执很重，尤其是对兄长。兄长身体与情绪有些缺陷，但又有好转。母亲坚信是因为自己学了正在修的法门，母亲学5个佛教5个佛法，兄长才有所好转。弟子感受到的是，兄长的情况似乎确有所好转。可母亲对儿女的情执好像更重了，弟子觉得母亲学偏了，而且情执更重了，但母亲不愿也难以改变，弟子现在也只能用自己每日修学放生之微薄功德给母亲回向，因此弟子心中一直很忧虑，担心母亲临终往生的大事，请师父慈悲开示，弟子现在应该怎样做才能够帮到母亲？问题二。弟子作为一位教师，除了平时言传身教的点滴渗透之外，弟子每周还会找出固定的时间和同学们分享群书治要中的句子。但是在分享的过程中，弟子感到无法做到让每句话都能够直击孩子的心灵深处。想请教师父，弟子选的这部经典是否契现代高中学生的机？体制内学校想弘传文化，应该从哪部经典入手？以上。好，这个修学的法门啊偏了啊，会越偏越大。那有一些偏的法门呢，哎，他也劝人念咒。念佛啊，但是他在很多知见上啊有偏颇，哦，那这念佛念咒啊，这当然也是有善因在，哦，而且有时候呢，家里人转变一个好的情况出现了。那也有可能是他过去生的善因，哦，就是不能直线的说啊，啊，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就那样，啊，这个因果是交错的哦，哦，有一个故事就提到了，啊，有一个人呢，都给人家写状子，
那不是带动人家打官司吗？哎，结果做了很多年呢，生了一个儿子，啊，这儿子很聪慧，哇，这个人呢，心里有点这个反省了，说，哎呦，那我看我还是别写状子了吧。啊，人家看我的儿子不错结果后来呢，他儿子眼睛瞎了，他就想了，你看我不写状子了，我儿子眼睛反而瞎了，啊，那我继续写状子吧，写写写呢，他儿子眼睛好了，哎，他就更觉得，因果报应假的了。其实他儿子眼睛瞎掉了，可能是他前面的恶因现前。你不能直接联想，你看，我不写状子了，我儿子眼睛就瞎了。啊，后来他写状子，哎，儿子眼睛好了，他深信不疑啊。哇，后来还考上进士，最后在去上任的途中。全家人都被盗贼给杀掉了，所以这个生性因果啊，很重要啊，不能以自己的感受啊去臆度，那这些法门呢，其实在网上都查得到。这负责人都已经被判刑都是偏的很厉害哦。当然，我们家人呢，学一定有跟他相应的地方啊。你硬要把它扭过来啊，有时候不是一步到位的啊，你得顺势而为。啊，尤其呢，要先自己修好，你显正了，破那个邪。假如你要劝母亲呢，母亲觉得你也修得不怎么地，你要劝她就不容易而且呀，你不能着急。我感觉呀，大家问这些问题呀。缺乏，可能缺乏对自己心念的关照。关心为要啊！假如我们关照自己的心念，关照的身，关照的，一切时一切处啊，都有在关照自己的心念，那可能我们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要在哪里下功夫了？就像您提这个问题呀、那你应该是属于个性容易操心的人学佛就是改心呢、换心呢、还要改性格，操心的性格要改掉，操心没有用。哎，把担忧啊转成精进念佛修行，把这个功德回向给母亲啊，对母亲更有用处。而且我们感觉母亲情执很重啊，那你要护念她改掉情执呢，自己的情执要先能不断放下。那我们才好帮母亲放下情执啊！而且我们讲呢，母亲也比较能服气呀。你看这个情执起作用啊，干操心了，对自己、对对方都没好处我们自己真做到了。比方说你自己也是当母亲的，
你不乱，你不干操心自己孩子了，你都是很理智的，回向给他，顾念他，跟他讲话也不起情绪，你的母亲看在眼里，也会受你启发了。正己化人好，下一个问题呢？这个我们在学校里面在班级当中推展传统文化，身教、言教、敬教三管齐下您提到。这个言教身教啊，点滴渗透啊，这个是很正确啊。孩子每天发生很多事情啊，这都是一个机会点啊。他发生事是迷了，你怎么引导他用理智、用觉悟来看待事情？那 我们讲学要气理啊。还要契机我们观察现在，高中学生要讲什么比较契他们的机那一般呢，没有接触传统文化，哪怕他是高中生，他也不一定懂孝道懂得友爱兄弟，友爱同学生活严谨讲话守信，讲话要有修养还要爱护别人你看《弟子规》的7个纲领对孩子当前做人做事这应该是相当契机的、贴切所以这个。还是讲《弟子规》啊，会比较贴近尤其是孝道啊，要为先百善孝为先孝先开啊，百善皆开。当然，对高中生呢，礼不要讲太多能多讲一些故事古今中外的故事。跟孝道有关，跟八德有关，而且我们在讲这个五伦八德的时候跟因果能连接上，孩子的印象会更深刻，有因果教育使人不敢作恶，伦理道德教育使人耻于作恶。这个不敢它会产生敬畏心。我们就曾经遇过，讲这个不孝父母会天打雷劈呀。结果这个学生一听了发抖了。老师问他为什么？他说：“我一个好朋友很不孝顺父母就是被雷给劈死的。”我自己也很不孝所以我很害怕那老师这个时候就可以安慰他了好好忏悔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上天不会降罪给愿意改过之人的。好，以上回应啊。第8个问题。请问法师，有说会背50篇古文就能读懂文言文，会背100篇就能写文言文，那我加起来会背的应该有100篇了。可是我有些文言文还是看不懂，更不用说会写了。请问为什么？哦，好，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很多文言文我也不完全看懂，我跟你一样，
首先哈，这个啊，应该是李炳南老师哈，来教导学生啊，背50篇古文，能读懂文言文，背100篇的，能写文言文。因为文言文本身呢，它是一个载体，你当然要对它很熟悉了，你才会看嘛，才会写嘛。那有没有背50篇就会看的？有啊，我有遇过啊，也有背50篇还是不会看的。这个还牵扯到啊，人过去生的根性啊，为什么？他是秀才，他是这个秀才还是进士来投胎的？哦，所以他对这个东西很熟啊。再来，你背的50篇呢，是小俄语还是续小俄语，是吧？啊，那个是比较简单的文言文了。哦，还是你配50篇都是先秦以前的文章呢？哦，那个文言文就比较深了。哎，啊，你背的角度都是比较浅的，当然你看深的就相对吃力一点。好，啊，所以没关系啊，现在还不能完全看懂啊。还不会写没关系，多背几篇就好了，啊，多读几篇就好了，哎，第好，我们九看个，下一题啊。问题，请问在学习中如何掌握守师承三个条件、原理、原则，能让自己身心清净一点，身心清净一点，还不让人别人烦恼？守师承三个条件和善财童子53餐，怎么圆融运用在学习和生活、处事、待人接物当中？好，这个守师承呢，是自己守的三个原则。至于说怎么会让别人生烦恼那可能是不是守的有点太执着啊？比方说守的呢？人家跟你讲话，我不能听你讲话。哇，那家里人说，哇，这个人学了之后都不听我们讲话了，那铁定人家理解不了哎，老和尚说守三个师承，没有说不能听人家讲话而且老和尚讲经的时候啊，常常都会提到善财童子53餐。是吧？对呀，所以老和尚在指导我们用善财童子53餐的心境来处事啊。只有自己是学生，其他的人事物都是老师我们具体讲，《弟子规》，见人善即思齐。我们见到善人。笑话，这就是53餐呢、啊。见人恶即内省啊，有则改，无加警啊。53餐呢、而守这个三个条件呢，第一个只听一个老师讲，我们听多了没有办法。会通啊，会自己产生疑惑了。他每一个条件呢，都有他的用意在的。我自己是比较幸运我在学佛过程呢，刚好就一开始接触啊，听老和尚讲经。
那连续听了5、6年。啊，后来有因缘呢，到海口跟大家分享传统文化。啊，那会遇到啊这些有缘的大众们问问题。啊，那在跟他交流呢，他问问题啊，哎，我们就很自然就想到老和尚教的教诲了。啊，这个是承德感受到啊，首先专注。听一个老师的教诲啊，不知不觉啊，你就能用他的教诲来思维了，来判断。哦，所以老和尚有说啊，以前呢，开悟了之后啊，离开老师啊，他可以去参学啊，就。善财童子，他跟文殊菩萨先求到根本智，啊，之后才去不是三参的，那是后得智。啊，这个表法哦，我们要注意哦，不是说一开始就到处参哦。啊，我有见过到处参的人哦，到处跑道场啊，他的见解啊，知见比较混乱。遇到事也不知道怎么处理。那老和尚说呢，现在啊最低标准啊，能够辨别是非善恶、邪正利害、真伪了，你才可以离开老师去参啊，还没有这个标准呢，不能离开善知识的教。这个老和尚讲经当中啊，有讲到，第二个条件呢，所学一概不承认。哎，细细想想很有道理。自己觉得自己有什么的时候啊，就不容易谦虚受教了。所以这些规定都是调我们的心的。真心一法不立呀、我们还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就有法力了吗？其实啊，一个人学习要学得好啊，随时要归零啊。你自己觉得，哎，我跟老和尚学了好多年了，哇，你常常有这个心态也不妥当啊。所以第二个规定呢，是让我们要放下啊，觉得自己有什么啊。第三啊，要看什么啊，要他老人家同意，那是保护我们的清净心啊，保护我们的知见。知见还没有建立起来，你听多了，什么时候受影响自己不知道啊。其实我们现在接触的东西啊，都在影响我们了。你看那个手机的东西，我有时候刚好很熟的同修他发一个讯息，我看了，我跟他说了，哎，这个里面哪个字键不对呀？你有没有听出来啊？他说没有听出来。哇，那没有听出来，你不知不觉受他影响，你都不知道。所以这个还没有跟着一个老师建立正知正见呢，还是不要到处接触、到处乱看为好。好，我们看下一题。第10个问题，请问一个人因担心别人超过自己而吝啬不交，而现愚痴的果报，这个人现世应该怎样忏悔？那老和尚指导我们了，忏悔了，祸不再造。
我们不再犯这个过失。那佛门呢，有一个榜样，天青菩萨，他老人家之前不了解大乘呢，毁谤大乘，后来他知道自己错了，哇，那拿刀啊，忏悔哦，割掉自己的舌头啊，哎，他的哥哥劝他了。你这么做于事无补了啊！你以前用舌头毁谤大臣了，你现在何不用舌头赞叹大臣？哇，你看这个非常积极哦，去改过了啊！所以天青菩萨是千部论师啊，好像是有500部是赞叹小乘，500部啊。赞叹大乘呢，所以我们之前这个令法了，那我们现在后不再造之外啊，我们积极的去做法布施，这个可能呢，这个业报啊就能够消得快了，能够转变得快了，好。第11个问题，最近学生的孩子遇到校园暴力，小学的孩子因老师奖励心生嫉妒而暴力对待学生的孩子好几次，班主任教育孩子在学校的事当天解决，出了这道门就不要找老师，不要跟家长说，孩子也没跟家长说，学生是在看他吃饭时跪着吃的，孩子说腿痛，于是才了解情况的。学生跟孩子的老师表达，先注重德行与心理健康，成绩不要紧，就导致了家长与老师不在一条线上了。请问家长与老师沟通，希望先重德行与心理健康，而学校注重成绩，家长与老师该怎样去相处？也担心孩子可能会受到老师的冷眼相待，该如何去做？还有老师说的，在学校里的事情，出了这道门就不要再去找老师了，也不要跟家长说，是否如理如法？好，我们在这一件事当中啊，面对不少境缘有对自己的孩子有对他班上的老师甚至还有孩子的同学这些境缘。那比方说孩子，为什么他的同学会好几次暴力对待孩子呢？要了解一下情况。可能自己孩子在对待这些同学的时候啊。也有一些言语态度啊，可以检讨检讨，修正修正。因为一个巴掌拍不响，同学有错，自己孩子在应对这些事的时候，有没有可以调整的部分？也让孩子呢，经一事。长一智，那这个我们跟老师沟通也要先理解老师的处境。我们教人以善，勿过高啊，当使其可从。
啊，我们现在是明白了，这个德行啊，心理健康比较重要。啊，但是学校的老师，他不一定马上就能达到这样认知的程度。哦，可是你现在一就跟他呢，没有先理解他，没有先跟他一起配合，哎，就让他感觉好像这个。你跟他的这个认知啊，没有办法相合了，所以这个出言呢，要顺人心，先理解呢，老师他现在所承担的压力很大，他不可能说不顾及到。成绩这个部分，哎，那我们呢就顺着引导孩子要恭敬老师要认真学习考了试了，考了不好我们不要让他在分数当中得失哎，我们引导他。哎，是不是太粗心了？是不是我们上课不够专心呢？是不是我们没有预习呢？也是透过他学习考试的这些因缘，教他怎么做人做事。那你跟老师之间的认知就不会这个差距太大。那孩子成绩还是平稳的，甚至有在进步的，而且对老师的态度啊也很恭敬，那有可能这个老师也可以透过你的孩子，感受到被尊重，感受到这个孩子比较懂事，也是。进一步说，哦，这个是学传统文化，所以比较懂得尊重老师啊，做人做事那这个老师有感受到了，说不定慢慢，他也能认知到传统文化，肯定传统文化，然后来在班上推传统文化，这个缘分呢，都是循序渐进啊，在发展。在推进，但是我们不能一下理想太高了，好像，让相关的人觉得好像我们是从另外一个世界来的了，不食人间烟火啊，这样就不是很理想我们就不要太去计较了。这个老师说的这句话呢，到底如理如法，不如理如法？我们道理懂多了比较容易跟人家较量。他如理不如理，如法不如法。我们古人讲了三个字啊，这个我们要注意了情、理、法，为什么把情摆在第一位啊？一个人不被理解的时候啊，你要跟他讲道理是很难的。他有情绪的时候，你怎么跟他讲道理呢？哦，他被理解了。他就觉得你讲什么都是为他好啊，他就能接受了。那这个我们随缘妙用随孩子这个缘呢，我们不带情绪的去处理，
可能孩子也借这个事懂得多包容同学了，甚至于您有需要，你也可以到学校去，不跟这些孩子对立，你甚至于还试设法送吃的给他们，人都有良心的，他做的不对，他也心里知道，你没有责怪他。还挺对他们挺好的，那就不好意思了。冤家宜解不宜结，你就顺着这个，表演给自己的孩子看的。好，我们看下一题啊。第12个问题，学生是学财务的，工作后帮企业做了几年关于财务上不如法的行为，学佛了知道不好就不干了，之后病了8年，如今的工作不是很喜欢，内心不快乐，也未婚，父母很担心我的事业和婚姻，我该如何过我的人生？首先你是随喜啊，这一位仁者他学佛了知道这样做不妥他就能马上依教奉行不干了。这个。当然，病了8年了，感觉呢，这个生病啊，也离不开心理的因素，所以这8年也不能白过来这个过程呢，要让自己的心理素质啊。更提升起来，可能是我们的性格当中啊，比较容易消极，比较容易悲观，要转念什么事情啊，用积极乐观面去看待它，佛门常说啊，世事是好事。真的可以调整到这个角度的，逆境恶缘，刚好是把债给消掉了，不是坏事情，然后无嗔恚了，业障尽消，老和尚这2句法语很精辟除逆境随恶缘，无嗔恚，业障尽消了，也不是坏事情。《金刚经》说的，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读诵此经啊，若为人轻贱，被别人轻贱，一般的人觉得是不好的缘但《金刚经》说的，先世罪业因堕恶道，已经是人轻贱故，先世罪业即为消灭了。所以人家轻慢侮辱我们也不是坏事啊，帮我们消掉前世造的三恶道的业因当得阿耨多罗3藐3菩提。好，那您有提到了，如今工作不是很喜欢，内心不快乐。我们呢，喜欢怎样的工作这个可以如理如法去求。佛是门中啊，有求必应，但是我们如理如法去求，这个了凡四训呢，有指导多行善事。我们每一天很真心的念这一句佛号，回向给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呢，这个就是大好事
劝发菩提心文说了，暂时圣号胜于布施百年。啊，一发大心啊，你发菩提心了，超过修行历劫。哎，这个都不花钱喽。哦，所以一个人真正老老实实的，啊，依照净土法门的教诲去修行啊，这个人的福报增长应该是会很快。那很可能你的工作环境啊，就慢慢慢慢能调整。可是啊，你现在要安住当下，用对心哦。假如说现在在这个工作啊，哎，内心不快乐，都是烦恼心啊，那可能又造了不少业了。那你要更有福报，更有好的因缘呢，就不容易了。啊，预知将来结果啊，只问现在功夫，要把心用对了。而且我们现在有工作啊。哎，我们就要感恩了。这个因缘呢，感恩老板啊，给我们薪资啊，让我们的生活可以稳定都要感恩呢。我们看这个菩提心都跟感恩心有关系呀。我们都念恩忘怨，在家庭是这样，在公司也是这个样好，那你有提到啊，父母担心啊自己的事业跟婚姻啊，那也要安父母的心这现在怎么做啊？父母比较安心。啊，我们先不让父母啊再操心，啊，安定下来，哦，那好好修了，有福报了，这个缘自然越发展越好。哦，那这个婚姻也是啊，这个观音菩萨千处祈求千处应啊，观音菩萨很慈悲啊，什么都管，婚姻也管啊。但是你要如理如法去求第13个问题：学生在某讲座中得到的信息和启示是，我们这一辈子投胎是带着业力来的，所要经历的烦恼和困难是定下来的。而比如了凡先生断恶修善，或是通过信念念佛的方，信愿念佛的方式，把不好的命运转了。所谓转，是由于自己心的品质的提升。同样这些量的麻烦和困难，也就构不成影响了，还是说这些麻烦和困难，因为现前缘分的因素，也就是现前念头的因素，就可以推迟到后世或是化解了。如果这个账本规定这辈子吃多少苦、享多少福是个定数，那么改变命运又怎么解释呢？这方面的道理学生没有理解透彻，请恳请慈悲开示。首先哈，我们每个人都有八字啊，那个就是过去生带来但是它不是不能转变的那了凡先生不就转变给我们看了吗？再来老和尚不就转变给我们看了吗？这个我们要自己去体会呀，去观察了。哦，那比方万法因缘所生的因缘果。好，那我们观察老和尚
他命中是45岁呀、啊，哎，他有命在哦，哎，45岁生病了，哎，还是有遇到这个境缘可是因为老和尚修的善太多了，这个善缘太强了，啊，他有恶因啊，他善缘很强啊，就把这个恶因给削弱掉了。哦，所以老和尚，哎，生了病，哎，最后慢慢就好了。所以这个本来是命的恶因啊，哎，最后只是生了一场病而已了，啊，化解掉了。当然了，越早化解越好啊，越好化解呀、啊。你越晚化解，就不好化解了，就跟治病一样了。你病拖到病入膏肓了，当然不好治喽。那这个一般呢，为什么人改变命运少？因为啊，这个人的福报加减乘除啊。那一般都是加一点，减一点的，啊，所以那个命好像都被算定了，没有太大的变化。啊，你看《了凡四训》里面说了，极善之人呢，数亿居他不得。啊，因为极善之人呢，啊，他是乘呢，哇，他福报乘几倍了。啊，你看了凡先生。他当了保底县长啊，哎，他为老百姓考虑啊，那他县里面的人口很多了，所以他做这一件事就是万善的，他的心念就是为整个县的人民在着想，所以那个善的力量就很强。啊，《了凡四训》有几个故事啊，都很精辟的。啊，魏忠达，他的念头就是为全国百姓着想，所以他那个力量很强啊。哦，你看，他40来岁造的恶啊，跟他这个善一称呢，这个力量还比不上他这一个善。所以人要改变命运呢，要扩宽心量。啊，量大，福就会大第14个问题，学生有2个问题。问题1，学生大学的时候接触传统文化，很受益，家人没有接触，学生希望单生走弘扬传统文化之路，成就自己，成就家人，成就身边的有缘人。家人坚决反对，学生知道自己缘分没有成熟。我觉得以我的修学根基，需要一个共修的团体。家庭的氛围不太理想，请问如何在立足现实、孝顺父母、精进修学中寻求一个平衡点呢？问题2，最近一段时间看到一些尊敬的老师往生，学生的老师50多岁病重，学生觉得恐慌，也不想再等，想专心修学，可是还有很多事缘牵绊，我有些不能安住在当下了，请法师开示。好，我们要常常记得哦，老和尚说啊，修行啊，从根本修，从起心动念处修，啊，自己的心呢、啊？在静缘当中啊，是什么状态？自己要看清楚。比方说，
今天你要单身走弘扬传统文化的路，我们能不能体恤到啊家里人的接受度？假如能体恤到了，那我们为什么那么急着要告诉他们我要这样走呢？那还是我们很着急呀，还是我们的习惯就是要说服家人。他们都还没有感觉到啊，我们学传统文化的改变益处。所感受到的就是我们这些习气啊，我们都体恤不到他们的心我们就是想着我想这么做，所有的人都得给我让路，要改这种性格啊。老和尚就指导我们啊，要念念为他人着想。有些话当讲不当讲，自己要体会得啊，要感受到别人的接受度啊，理解程度啊，再来希望有一个共修的团体啊，哎，这个挺好，但是你也不能强求我马上要得到啊。所以，我们烦恼啊，不是因为现在我面对的这个境缘让我烦恼境界没有问题，问题是我们的心产生了分别执着。哦，哎，这一点认知很重要，不是风动，不是幡动。是我们自己的心动了。哎哎，我今天希望有一个共修的团体，哎，那我就好好的修自己，让这个机缘水到渠成嘛。那我现在也不烦恼啊，我是强求现在就要，所以我烦恼了。你如理如法去求，这些应该都是求得到的。哦，比方说家庭氛围不太理想，那可能我们就又生了分别执着了。哎，我现在不想待在家里，我现在就想离开了。那你就生烦恼了，因为你想离开，家里的人不见得能理解啊。那你又硬要离开了，不是又增加他们的更不理解吗？我们要去感受一下道法自然，不能强求要随因缘呢，用柔软的心呢，用真心呢。去对待每一个因缘当中的家人、朋友。我自己这个走弘法利生呢，有发这个愿呢，但是也没有强求说我现在就要怎样也没有去想说，哎呦，谁认识老和尚啊？我赶快去找个关系。我也没有这些念头啊，就是安住在当下，家庭里面、工作里面，就想着，哎，老和尚这些经教很好啊，我怎么落实在家庭、工作上？至于弘法的因缘呢，是后来顺着就安排的了。
不是我刻意去操作的。但是，就是因为在家庭里落实了，哎，自己有感受到恢复父子有亲的喜悦了。我们去弘扬传统文化呢，最重要的首先是弘扬孝道啊。那人能弘道，我们自己孝道都是逃避的，我们怎么去弘扬孝道啊？哦，所以安下心来，敦伦敬分，你发的这些愿都很好，佛菩萨都知道，也会加持。但是我们的心用对了，这些加持力量才使得上力了。好，第15个问题，先哦，生不那个肯。还有下一个那个，抱歉啊，好的。还有提到啊，你比方说啊，有遇到尊敬的老师往生了或者病重了，那我们怎么是产生恐慌呢？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遇到境界的时候，不是提起老和尚的教诲，是我们的习惯做主了。所以关心为要啊。他这里提到了，不想再等了，想专心修学了。哦，那可能是怕不能往生了。你都要观你自己的念头啊，不然你现在又说要专心修学了，但是还有很多世缘牵绊呢，不能安住当下。其实我们这么想是强啊。就会跟你所遇到的境缘都对立起来了。你看，都是他不能让我这样，都是他不能让我那会修行的人呢，是在你这个当下能够放下自己的分别执着念，这个是会修行。不然都看不到自己的心偏了。你。一下子又想专心修学，可是你现在家庭还有责任啊，这些种种，你一下子又顺着你自己要这么做了，家里的人又不理解，很可能你的障碍就越来越多了。啊，你的家里不理解你，可能你又会生很多烦恼。可是这些原因，可能都是因为你都没有体恤到他的心，没有体恤到你当下应该尽的本分，又延伸出这些问题来了。我们要用法让自己的心能安定下来，不是遇到什么境界就随着他情绪啊一直转。今天你看，这个老师病重了或者往生了，那你有警觉性，那对了，他告诉我们无常迅速啊，那请问我们准备好随时面对无常了没有？这个比较重要吧？那能不能往生在信愿之有无？那这个要问自己啊。哎，我有没有真信切愿呢？往生与否在信愿之有，应该是透过这个境缘提醒自己，用经教来思维啊。我对这个世间还有没有放不下呢？我有没有准备阿弥陀佛随时带我走？这个比较重要吧。我有没有照老和尚
躺在床上啊，阿弥陀佛来接我吧，啊，我随时准备跟他老人家走。哦，不知道大家试了没有啊？每一次躺下去啊，阿弥陀佛来接我吧。我看你躺下去，可能没几个念头就开始想东想西了。那个就是放不下的东西呀、啊，那个才是我们要下功夫的重点啊。哎。随缘消旧业，啊，该尽的本分去尽，而且在尽的过程，用真心都是积功累德，而且都是每天所有善根熏心回向，求生极乐世界。你在随缘尽分的时候，随缘消旧业的时候，跟往生也不是两件事情。哦，我感觉我们好像很容易，就是对立起来。哎，我做这个事啊，就是障碍我往生了。你做哪件事用对心了，都是积功累德，怎么会跟往生是对立起来的好，哦，我们看下一题啊。第15个问题，先生不肯做家务的问题。先生的家庭教育是男主外，女主内，多年来默学一直配合。50而知天命以后，开始希望他帮忙做家务，但是非常困难，常常发脾气和吵架。先生已经60岁，60多岁，难以改变。学生努力改变他3年，收效甚微，而且先生也不耐烦而引起争执。默学打算我们各自煮饭，各自洗碗，在外工作方面，默学一样配合他和平解决。不知道默学这么做对不对？请法师回答弟子问题时，也请指导一下苦恼的弟子该如何是好。您已经感觉到自己很苦恼了那30细念说，诸苦皆从贪欲起啊，可不是先生给我烦恼的不能把责任呢推到境界上面去了。是我一定要求他怎么样的心，我自己这颗要求的心啊，生烦恼的。那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啊，我用的是要求的心，我用的是妄心，请问会调动先生的什么心？会调动他的真心吗？对呀，所以您已经3年了，都要总结总结经验了。哦，假如方法得的结果不好啊，继续用啊，那变成执着了。哦，你看，你都已经写到了，收效甚微啊，先生也不耐烦，而且还引起争执了。结果你现在的策略是要各自煮饭，各自洗碗，我光听这个我就感觉你们家快要打仗了你想想，你这么做，你前面的做法已经让先生都跟你起争执了，你接下来这个做法能够和平解决吧？好。您提到了说50而知天命以后这个知天命啊，是深信因果啊，是逆来顺受啊，这个知天命是知道自己的使命啊。
所以您现在的使命啊，可能就是老和尚讲的一个专题啊，家庭主妇啊，如何圆成佛道啊？啊，如何行菩萨道？这可能是您的使命啊。哦，所以您在家庭主妇啊，你就把先生当佛一样尊重。啊，你就是广修供养，礼敬诸佛啊。你在夫妻关系当中啊，你就行普贤行了。哇，那你这一生就做佛去了啊。哎，不要跟先生计较他做不做家务事啊。说实在的，当你都不要求他了，你先生就会觉得。他变了，哦，他一觉得你变了，被你感动了，他的善根就会出来了，哦，所以不要顶着，不要对着干要用对心这个境界才会转变啊。好，我们看下一题。好，第17个问题。相隔40天，公婆相继离世，公爹是心梗突然离世。当时我们不懂，给做了心脏复苏和扎针急救。后来就看见老人脸色发紫，120十几分钟到了的时候，说老人已经走了。我们没有相信，120拉到医院打了强心针也没救回来。我知道急救时他很疼，我错了。就在急救室给公爹磕头忏悔，后来我大姑姐不让磕了，说会打扰到老人家不舒服。重点在于邻居一位仙家的，说我公爹走的时辰，或者因为走的不好，因为惦记我婆母，要把我婆母带走，还说公爹57时要买寿衣冲喜，寿衣没买上，隔了40天。我婆母意外卧轨自杀了，兜里放了2张纸条，写了地址。学生2个月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了，有人说是因为福薄了，说我大不孝，才会有这样的事。我从学传统文化这些年已经改了，而且我每天念佛，念佛也可以转祸为福。我相信佛菩萨一定会让我们平安度过。我还想着学习好了，以后去弘法利生，做佛门的好法器，让更多人离苦得乐，听闻佛法。法师如何才能达到至诚念佛？需要时间练习吗？这个家里发生这些事情啊，都已经过去了，我们就不要再纠结这些事情，往者已矣来者可追，现在呢，对离去的亲人呢。最有意义的，就是能够精进念佛，然后积功累德啊，给他们回向，这个是最有意义的。我们也要懂得放下纠结过去的这个烦恼，这个习惯，而且你现在要保重身体了，这个人不是铁做的啊，你2个月都没有睡上一个安稳觉，可能身体也需要一些调理了，这不好入睡了，身跟心都要做个调整那。这个我们好好念佛，好好修行这个佛菩萨都会加持
都能够啊平安来度过。啊，我们有信心哈，不怀疑。好，那你有提到呢，要做佛门的好法器啊，就有这个发心是难得。那很重要的呢，我们现前呢，要把师长老人家的教诲能够真正落实在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之中，哎，这样我们就能提升。好，而且呀，你真正做到了，做到了就一定能说，说了还不一定能够做得到。好，所以我们真的敦伦敬分了，真的落实教诲了。我们很有心得体会可以对人家娓娓道来这个现身说法给人的感动是最深的了。好，那您有提到呢，如何才能达到自诚念佛需要时间练习吗？那念佛是需要练习这个海贤老和尚说，这个佛号也不是短时间念就能念得很好。那念佛的方法，这个印光祖师有叫十念法，这个可以三三四。也可以五五，那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心里念得清楚，口也念得清楚，而且耳朵要听得清楚，耳朵听得清楚容易摄住我们的妄心。这个妄念呢，就容易止住。好，所以这个念佛还是要下功夫有定课是有必要的。好，当然平常能提起就提起，行住坐卧、穿衣吃饭只要老和尚指导。只要不用脑思考就把佛号提起来，佛号越熟这个你在任何境界就容易提起佛号，不会被境界转了。这个后面呢，还有好几个题目我们可不可以休息10分钟我现在体力没这么好，我稍微这个休息一下我们这个56分56分再回来好，谢谢大家。好，那师傅，我们继续。哎，有请魏老师。第17个问题，尊敬的法师，我的母亲在我上高中的时候，总是过度忧虑我会犯错误而教训我，导致我压力过大，产生自杀想法。一个人生活好多年后，母亲也总是在电话中表达出她的顾虑。因为母亲自身有在家庭中受气的经历，我也担心直接指出问题导致她有负担。悟道法师、悟行法师的30信念法会，母亲经常看；承德法师的课也有和母亲一起看。我和母亲说，看完回向给我。
他为了可以把功德回向给我，可以坚持连续多天参加在线佛七和三十信念法会，请法师慈悲开示，我应该如何做？是否应该消除高中那段被压力笼罩的记忆带来的痛苦？我母亲在面对远离不了的在家庭中受气的情况，亲属的嫉妒破坏，应该如何调节？好，我们在课程当中啊，也常常跟大家引《金刚经》的教诲啊，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所有的烦恼啊。离不开这三大部分的，所以过去的已经过去了，不能一直啊，常常还在那里纠结，那这个会让自己痛苦啊，其实也会让家人有压力，当然。这一位仁者啊，他也挺可贵的，他也体会到他直接讲出问题呀，可能会造成他母亲心里的负担。其实我们修行啊，就是要不断放下自我，因为六道轮回就是从我执来的。要替母亲想，替他人想，而且这个母亲啊，还是很爱你的，只要为你好了，他都愿意做啊。这么多天参加这个佛七呀、三十信念法会的，都为了要回向给你。所以，至于在高中的时候，可能对待你的方式啊，让你产生这些心理的压力了，那有可能是母亲也觉得这个方式是她认为比较好的方式，她可能不能感觉到增加了你的压力了。或者呢，也有可能是他控制不了他的情绪，因为他自己呀，也承受了很多的这些家庭当中受气的情况，所以等于是我们理解了母亲了。对过去能够放下，能够释怀然后要多念恩呢，忘怨，那些不好的记忆放下让这个念恩的心呢，能够不断的增长起来。改这个心就要在每个念头去下功夫，只念恩呢，我们不念怨当你自己能够做到了，你要去劝母亲这么做就比较容易了，因为我们真的转念了，念恩忘怨了。你的母亲一定会感觉你的整个身心状况不一样了，这个时候你又一心为她好，又很柔软劝她，她就比较容易接受了，我们自己放下了过去的这些情绪我们
言语啊就很心平气和，哦，而且佛菩萨也很容易加持上我们了。哦，你也会觉得跟母亲沟通了很有灵感，哦，而且你们的共通语言很多，因为你们一起听经啊，都是共通语言，啊，你很柔软的时候啊，会很自然的掌握一些机会啊，可以交流。可是我们的心还有怨，心不柔软了，那很可能这个交流的效果就会不好。哦，好，以上仅供参考。第18个问题，在家人是否可以用佛菩萨三宝的形象的微信表情，或者用作微信头像？持戒的师兄说要恭敬三宝，就不要用或者尽量不用。有人说看发心，是接引的一种方便。请问这两种说法哪一个是正确的？或者又该如何圆融的取舍应用？当然，我们的动机呀，比方说我们用佛菩萨的像，希望众生呢，能够看到佛像，种他的善根，因为佛菩萨的形象都非常庄严这个应该是很好。因为我们也是发心了，不是不尊重佛菩萨，是恭敬佛菩萨啊，然后希望众生呢能种这个善根。那这个佛法僧啊，是住持三宝。那假如我们在家人都发这个出家人的这个。头像，那大家觉得感觉怎么样？比方说你发一个小沙弥然后跟对方说阿弥陀佛，那这个就变成是你是透过这个图像在表达自己嘛，是吧？那自己假如不是出家人，你都用一个小沙弥在表达你自己的想讲的话啦，或者想表达的表情啊，这个感觉起来好像有一点点怪怪的，这个是我的感受了啊。供大家做参考啊。第19个问题：从母亲生病以来，感受到众生在生老病死面前是那么的痛苦和无助，也更坚定了让母亲往生到一个没有病苦无忧的极乐世界。如果事与愿违，莫学接下来该怎么做才能如愿？好。这个老和尚常常举老祖宗的一句话叫"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我们这个愿是绝对正确的父母离尘垢此道方成就嘛，帮助父母脱离轮回生死，往生极乐世界做佛，完全正确那。会产生事与愿违有没有自己做的不妥当的地方是不是太着急了，太强求了造成反效果了那这个要反思了。或者呢，你没有错，但是有障碍也正常。因为你要帮你妈妈成佛那你母亲过去
无始劫来有不少冤亲债主啊，也有可能会障碍啊。哎，可是只要啊，我们愿心不退，那这是孝心啊，都会感佛菩萨加持啊，很多问题啊也会慢慢啊去改善的。哦，那当然了，我们要护念母亲啊。哦，那首先自己要做好。你修得越好，你母亲啊，她就能感受到佛法的殊胜，对佛法更加有信心。我们不能呢，要帮别人的时候啊，都把专注力放在对方身上，而忽略了自己要。表好法啊，这个时候啊，你讲话的力道啊，才会更强啊，别人的信任才会高。然后这个有了这个身教了，那就再跟。母亲相处的过程，啊，抓住机会，能够让母亲认识阿弥陀佛，认识西方极乐世界，他能产生信心，因为往生极乐世界是三资粮啊，信、愿、行三资粮，不怀疑。极乐世界不怀疑阿弥陀佛，切愿，真正愿意往生，放得下世间，五欲六尘，那这个也都要借由发生的事情多劝导母亲，放得下世间，就像我们常常提到的，但愿人长久啊，唯有念弥陀，亲眷永团聚，法界逍遥游，把父母这种对子女对亲人这种情，转到一起求生极乐世界去，这个都要有善巧啊。来引导，那多陪伴母亲念阿弥陀那自己在这整个过程当中要有耐性，不要生烦恼，不要着急，佛菩萨度我们，不着急，这一世不行，下一世。下一世再不行，生生世世的陪伴我，很有耐性，这一点我们要学到。我们假如太着急了，我们可能在帮家人的过程，自己的烦恼都不断增长了，可能连自己都做不了主了。我们看一些榜样你看香港。这个河东爵士的母亲吧，你看她老太太，老是念佛结果全家人都是信基督教，人家也不着急，她就念，好好念佛，最后要走的时候说我们亲人一场，母子一场，你们念佛送送我，你看，很合情理呀。就念念佛而已嘛，一念，他很快他就走。大家看了很有信心的，甚至还影响了很多香港人，因为报纸又报出来所以不要急着别人有没有学好还是要先提升自己。所以治天子以至于庶人呢，医世界以修身为本。
把自己修好，很重要。好。好，第20个问题，学生们的厌学情绪特别高，逃学、抑郁等等问题都层出不穷，请教如何把传统文化融进和落实到学校，如何借力和执行蔡磊旭老师的《弟子规》。这个学生呢，他产生厌学呀、逃学了或者抑郁啊，他一定都有原因的啊。假如这些造成他这些情况的原因都没有减少啊，那要改善的就不容易了，哦，所以这个原因呢，可能我们要能够分析清楚，所谓对症下药，哦，而且很多学生呢，他不一定是走升学的路，假如我们强逼他，那他当然会产生厌学。行行出状元呢，这古人这句话其实蛮有道理的。那我们怎么引导孩子能够立定志向这个就蛮重要那可以引发他的孝心，或者他跟家里父母关系一时间还不是很好，那也可以引发他报恩的心，谁对他很好，都可以顺着引导，人有这种感恩的心呢，他就会想去回报。他就有一个努力的方向会出来而这些孩子种种行为应该都有缺爱的问题，所以我们老师啊，面对这样的学生呢，不要先想着说，要讲很多道理给他听。先关心他们，让他们感觉到，你对他的爱心，你很心疼他们，然后在生活当中，像陈德以前当老师的时候，就是会煮一些东西给他们吃，这个施舍法嘛。布施，再来爱语关心的话，安慰的话，肯定他们的话，力行，陪着他们一起做一些事情，这个师生之间感情就越来越好了。可以运用这个四摄法，力行同事，那力行，他想做什么，很正确的事，你从旁协助他，他就会觉得，很感激用四摄法，那这个。这个借力比方孩子的家长，他能接受、能认同，那这个就可以借力了，可以产生合力了，包含一个班上有其他的老师大家也可以见和同解，来护念学生。
那当然，我们不要期望啊，一下子哇，很多家长认同啊，很多同事都赞成呢。那你是期望太高了，可能又产生失望了。哎，我们心安定下来，有认可的家长、同仁我们就好好把力量合在一起，慢慢原比较成熟的孩子有比较好的转变了，他也会带动其他的学生。也会带动其他的家庭，因为其他的家长看到，哎呦，这个孩子改变很多啊，我们就安住当下，这个随缘境分就对了，不要产生了无谓的烦恼，你太强求了，就会产生这些烦恼。第21个问题，弟子能看到别人，能说出别人生活习惯和性格。弟子明白一切法心想生，都是自己的心念吗？欲诸众生是诸自己，众生心念是从真心流露出来，我也能感受到。这就是天地与吾同根，万物与吾一体。比如病人想解小便，我也想解小便。我感觉自己是个透明体，这怎么回事？感恩法师开示。我们常常听，这个佛菩萨是同体大悲呀、观音菩萨为什么千处祈求千处应？他入了同体大悲了，众生有苦他都能感受到。而佛菩萨的境界啊，是我们的本能呐、啊。我们现在只是有障碍而已。学佛是恢复本来啊。而当我们这个自我啊越来越放淡的时候啊，就很容易感受到他人。虽然还没有恢复同体大悲但是能感受到他人。所以这个是啊，可贵的但是也不要太过了变得很敏感，过犹不及不要又太过了那当然能感受到，那在身心上啊，就能给予对方啊及时的护念关心。所以也不也是好事情啊。好。好，第22个问题，法师教导要提起父母恩德，母亲个性要强，虽然皈依了，但很少念佛，也反对给庙里捐款、印书、放生之类的善事，与墨学感情也比较疏离，而喜好攀比、沉迷游戏，墨学尝试带儿学佛，却引起儿的反抗与烦恼。家庭冲突较多，导致家庭成员逃避相处。墨学自己的许多学生也缺乏家庭教育，墨学也想自己学佛的同时，能帮助和引导自己的学生。墨学坚持拜佛3年，但是功夫不得力，身体也不太好，念佛也不精进。法师讲经时也讲了原理，可是墨学愚钝，总是还是落实不好。请法师开示，墨学该如何在学佛的同时，处理好家庭，引导家人，同时不让家人生烦恼。这个修行啊，都不是一触可及所以对自己啊，也有耐性，不要啊，对自己不耐烦，
也不要对自己呀，失去信心。学佛啊，从自爱开始。自爱啊，才能爱人。你常常自我否定了，自己就没有能量了，去爱别人了。我们心呢，要能沉淀下来，安定下来。这样我们呢，要总结走过的路，甚至于是刚刚发生的事情，问题出在哪，我们比较能够总结出来，这样才能后不再造。假如我们的心都静不下来。都不能检讨出问题在哪，那很可能同样的情况啊，就会一而再、再而三的都出现了。包含你提到说功夫不得力念佛不精进啊，那为什么会不得力？为什么不精进？是什么障碍住了？这个都要在境界当中反观自己了，然后很真实去面对它，不要逃避它，不要退缩，这样我们才能经一事长一智啊。不能经一事，反而更没信心了。本觉本有啊，一定可以恢复；不觉本无，一定可以去掉。我们任何时候啊，这两句话，不能忘了啊。信为道源，功德母啊。你只要没信心了，烦恼就跟着来了。任何时候对自己、对一切人呢，不丧失信心，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比方说，陈德觉得呢？可能我们有一个障碍啊，就是着相心里面呢有很多你觉得母亲做不对的相，一直会在心里面显现或者孩子做不对的，你放在心上了你一想到了。要不你有情绪的，要不你很难真诚去面对你的母亲、你的小孩所以障碍不在外面，在我们的心上，我们得要下心地的功夫在每一次跟母亲沟通的过程，看到自己有落的这些成见呢。要把它用佛号把它清除掉。你面对母亲的时候，都相信她是佛。你面对母亲的时候呢，提起的都是她的恩德。你就能很真诚的、柔软的跟她沟通。那不要带要求。他都皈依了，怎么很少念佛啊？都不要去要求对方。你有要求啊，
你可能对对方啊就会有点着急，有点不柔软，这个都要关照自己的心念呢，所产生的影响。好，那母亲反对给庙里捐款、印书、放生之类的善事啊，他为什么反对？他不会无缘无故反对的，一定有因的，那个因上能不能化解？再来他还不能接受的时候，那你先恒顺嘛，他觉得愿意做的也是好事的，你可以先恒顺他嘛。然后啊，心里面呢，不要放了，跟母亲比较疏离，你这些意念呢，都会影响自己。这个，我们今天提了好几次哈，我们就念恩忘怨。这个疏离感呢，就会消失掉了，而且你能对母亲越来越孝顺，关系越来越亲密了，而这个就是给你儿子最好的身教其实孩子还小啊，他们的善根很容易触动的。但是，假如我们的视线是跟母亲是疏离感的，那他所感受到的就是一种疏离。那孩子沉迷游戏是结果啊，原因是什么？有爱的孩子有目标的孩子不容易沉迷在这些玩乐当中。所以可能我们要多一些陪伴。你这里提到啊，引起儿的反抗与烦恼，那可能我们在跟孩子相处过程不够恒顺众生。你可能觉得对他好的事啊，他反而反感。那可能这我们在安排姻缘上啊，有点太急了，太强求了。要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在恒顺的过程，他只要有可贵的地方啊，我们就要赞叹他。他一被肯定了，他的正能量就会上来。我也有遇过啊。当父母的人，硬是要把孩子去安排45天的课啊，30天的课啊，那个就太强求了，可能后面会有反效果。我们也要能感受到孩子现在的接受度，教人以善，勿过高啊，以他的接受度，循循善诱。而不要一下安排的，让他理解不了，更反抗，就适得其反了。好，以上仅供参考啊。好，第23个问题，参加临终助念时，在断气的一刹那，是追顶念对亡人有益。还是按照师父佛号一般的速度念，最关键的是，我们不知道哪一个是如理如法的念，对刚刚断气亡人最有益，请慈悲开示。好，哦，这个，我们有不少仁者在助念这方面下的功夫很深之后有相关
资料啊，也可以发到群里，给大家做参考。好，那承德，你自己啊所能想到的，首先呢，啊，这个要断气的人呢，我们可能念佛的速度啊，可以考虑到他的情况。哦，比方说他的呼吸比较急促，啊，这个时候我们念佛的速度啊，可能快一点，啊，还要跟他念这种呼吸的频率啊，啊，比较相合，或者他是这个呼吸很缓的，那个佛号可能就可以缓慢一点，就配合他的节奏。这个其实常助念的人呢，他能够去感受到这个临终者的状态。因为我自己也刚好送自己的爷爷在临终前的情况啊，刚好有很有经验的同修啊，也刚好赶到我就看着他们随着我。爷爷呼吸的速度在念着佛号声，感觉爷爷走得很好，就顺着那个佛号声的断气那断气之后念佛呢？假如这个亡者啊，生前他就有在念佛，他可能念佛机都放哪一个速度的？那他是非常熟悉的，那就以他生前最熟悉的那个速度啊，可能是最适合他的，所以我们在护念他人的过程呢，都能替他考虑，以他的习惯，来着想，这个老和尚好像讲经的时候也有提到。好，第24个问题，有者曰：“吾已修持无上翘觉大圆满之顿超，一切皆为空性，何来缘起加倍等细论？诚然，若完全证悟见解，一切皆于平等普遍广大之中。但是现今由于烦恼习气沉重，根基不够，难以如是获得见解。”故绝不能轻视和诽谤，而应细致取舍因果，以方便和缘起次第承办解脱。因此，修行之前念诵3遍加倍咒，功德不可思议。此咒摘于喀当祖师问道语录，为杜母传与阿底峡尊者，其功德能使念诵增上1000万倍。此咒无传承者，开许念诵。念诵经咒时，加念3遍，非常殊胜。加持咒的传承由杜母传于阿底峡尊者，阿底峡尊者来到藏地，又将此咒传于藏地，各教派都持诵此咒。无论念什么，先念3遍加持咒，再念其他经和咒，念一遍就能增上1000万倍功德。比如说，你没有念加持咒，直接念阿弥陀佛，念一遍就是一遍。如果先念3遍加持咒，再念一遍阿弥陀佛，就等于念1000万遍阿弥陀佛。这都是方便法门，密宗里方便法门多，所以成就快。一定要对此法有信心，这样才能得到加持。如果信心不足，就得不到这么大的加持和功德。念一遍等于念1000万遍，多殊胜啊！这都是佛经里说的，但就是有人不照做，也不是不听话，就是没有信心。我们净宗学人诵《无量寿经》，或是其他经典，或者是念佛，可否先加念3遍加倍咒？
抱歉谢谢这一位同修啊，他非常好心啊，他刚好有缘呢，遇到这个密宗里面谈到的这个加倍众那对承德来讲啊，承德会思维呢？第一个呢，老和尚啊，没有教念加倍咒啊。第二呢，王念祖老居士也没有说要念加倍咒但是我们感谢啊，这个同修啊，也是好意啊。好，那做另一个设想啊，假如另外还有一个咒啊，那也很有效果啊。那我们还要不要再加这一个咒呢？那继续加下去，那可能会多加好几种咒了。好，一个阿字啊，出生一切陀罗尼啊。这个是。祖师讲的在黄念祖老居士的这个大经解里面呢，有提到一切陀罗尼陀罗尼就是咒啊，一切陀罗尼出生一切诸佛所以老和尚有说啊，你念这句阿弥陀佛啊，所有的一切佛、一切经啊，都念到了。藕益大师也有这么说藕益大师在要解里面也提到这个阿弥陀啊，是梵语啊，翻为无量那佛。这个无量啊，本不可说啊，但佛还是说了啊，在《阿弥陀经》里面举了光跟寿彼佛何故号阿弥陀？彼佛光明无量，照十方国，无所障碍，是故号为阿弥陀。彼佛寿命及其人民无量无边，阿僧祇劫，故名阿弥陀。讲了这两个角度这个光呢，就横遍十方空间，无量的空间呢；寿呢，无量寿啊，数穷三际，无量的时间呢，这个横竖交错了，时间跟空间交错在一起的无量的时空啊。就是法界体，那就是整个宇宙了，举此体作弥陀名号所以你真心念这一句阿弥陀佛，那就整个宇宙都念到了，没有漏掉的了。所以。这个六字统摄万法，一门即是普门，所以我们还是谢谢同修的好意那我们还是依此黄老这个老和尚教导六字统摄万法我们就老实念佛。好，谢谢。第25个问题，墨学有个妄念，《楞严经》上讲，性觉妙明，本觉明妙。我们众生是无事生非，无中生有。那我们众生又为何要无中生有？又何时无中生有？
是不是妄念也是无始无终？感恩，丁老师。啊，我们何时无中生有呢？啊，我们起念头就无中生有。哎，哦，所以这个佛门有一个词啊，叫无始无明。无始就是没有开始。哦，所以这个。啊，妄念呢，一起呀，啊，我们的真心呢，就被障住了，啊，而且这个妄念就是起心动念了，太习惯了，啊，太习惯了。你看，真正把起心动念放下的法身大师啊。他还有41品，是要把无始无明的习气给断掉。他已经没有起心动念，那习气还在。所以我们会起妄念了，太正常，太习惯了。啊，哎，可是我们现在已经学佛了，啊，我们知道啊，我们有如来智慧德相啊。但因妄想分别执着，不能证长。啊，所以我们的重点呢，要放下分别执着，然后啊，放下妄念，念头越少越好。佛门说的狂心不歇呀、啊，这个狂心就是。起念头，歇即菩提呀！啊，你不歇，它就一直相续不断的。啊，你真的能把起心动念放下了，你的本来的佛性啊，就恢复了。哦，我们看禅宗那些公案，那些祖师啊，六祖坛经里面好多祖师的，哎，他起心动念放下，他就成佛了。那我们现在不是那么容易啊，但是我们很清楚啊，起心动念是障碍啊，我们就尽量不要再胡思乱想，不要再无中生有你真正把念头放下你就知道真心是什么状况啊，这为正方知啊。所以重点在，不要再起心动念了，要念佛。佛号越来越多啊，这个妄念就越来越少了。那功夫到智色通，我们念佛能念到念而无念，无念而念了，这个真心就恢复了。你就看到真相了。好，我们共勉之后，我也差得很远，哦，但是我们知道不要再乱起妄念了，好。最后一个问题分成三个小问题。问题一：若今造普度，希冀玄妙，或济公求速，或背镜向心，即流入第二念中的背镜向心，如何理解？问题二：礼拜完后用静修结要中的第32拜作为总回向文，可以吗？问题三。无量寿经第10品中，后当作佛，比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400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值也。十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待之欢喜。这段经文弟子长时间来都理解不了，经文的意思和内在的义理都不清楚。
感恩法师慈悲开示。啊，这第一个问题啊，这个是夏莲居老居士啊，指导我们念佛处事啊，都要用第一念啊，不要用第二念啊，第二念呢，就有分别，就有执着了啊。我们自己呀、啊，修行人啊，对自己的念头啊。越来越敏锐，哎，你起这个第二念了，起分别念了，身心啊就不放松了。哦，你比方说济公求速，啊，你有那个要急于求成的，你那个念佛的时候啊，你就感觉到那种紧绷了。所以，啊，我们越感觉得到啊，哎，你就越不愿意呀、啊、起这些念头，好，那你问到的是背镜像心啊，啊，我们自己感觉，夏老说的，一切莫管。什么都不要去想，啊，什么人事都放下啊，字句分明，啊，一字一句念清楚，平平常常，平常心啊，没有要去求什么，老实念去，哎，我们去感觉一下，真的就照这个指导去念了，哎，越念。妄念越来越少，身心清安了。哎，我突然起一个念头了，啊，我本来这样平平常常、字句分明的念呢，突然我起一个念头了，啊，我不要管外面了，我就管我的心就好了，这叫背镜像心呢。哎，请问？这个念头起来啊，对我们本来啊一句一句啊，相续不断都没有其他念头进来，现在突然有个背镜像心进来了，哎，你感觉怎么样？感觉有没有？好像多了个念头，哎，好像那个功夫有没有稍微被干扰了一下？哎，连这个念头都不要了。啊，你假如说，哇，你是在妄想，啊，纷飞不断啊，然后说，哎呀，我不要去管外面了，我守好我的心啊，这还可以。那总比妄想纷飞好吧，是吗？可是你现在明明已经一句接着一句了，哎，要深深唤醒自己了，你怎么又冒这些念头出来干什么？而且静跟心又是恶了，我们就是要入不恶啊，哎，静跟心也是一如的。那第二个问题呢？啊，32拜啊为总回向文，那应该是可以哦。啊，因为这第32拜也是很完整的，啊，代为生生世世及现在生中父母师长六亲眷属冤亲等众，顶礼三宝求哀忏悔，还有普代法界众生。啊，回向西方极乐世界，同生净土，同圆种智啊！啊，这个回这个第32拜下老的这个这一拜
的经文呢，这个也是很圆满啊。其实这本身就是一种回向的效果好，那这个最后这个问题呀，不知道这位同修，您有去看那个《大经科注》吗？那黄老有注解吗？包含我们好像网络学院也有编一本书《大乘无量寿经白话解》白话注解都可以查得到对。除非说你这些都查过了，还是不了解那这个可以提出来讨论就是我们有一些学习可以主动因为现在网络查询包含手上的这些书其实都可以做辅助的这一品经应该是。叙述了阿弥陀佛在菩萨，最后修成佛的时候，那刚好阿舍王子与500大长者听闻之后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语，却作一面听经，心中怨言呢，令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那佛有他心通嘛，他知道了，告诸比丘、世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于前世住菩萨道，就是指这500人。前世也是修菩萨道的，而且无数劫来，供养了400亿佛，而且迦摄佛。迦摄佛是第三尊了是释迦牟尼佛前一尊佛的时候这500人呢，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了。你看佛都是生生世世来度我们的，今供养我，互相指也，这个指是遇，又遇上了。前世就是我的弟子了，现在又遇上那当然遇上了，最重要的是什么？听释迦牟尼佛的话喽。尤其又遇到了无量寿会喽。那最重要的是什么？发愿求生净土喽。而且确实这个法门不容易遇到你看都是供养了那么多佛才有这个福报听闻这个法门，所以十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当然都替他们很高兴那这些。会众他500人呢，他听了阿弥陀佛成佛了，他很欢喜呀，他也发愿成佛之后向阿弥陀佛，这个就有见贤思齐的善根，然后也是供养了很多诸佛，那李炳南老师啊。在这一段呢，还有另外一个角度的解法，就是说呢，他供养了400亿，他只是发愿成佛之后能向阿弥陀佛，他还没有马上求生净那《无量寿经》后面说了。已成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信此事。
所以供养了无量诸佛，才能欢喜，相信啊，我念阿弥陀佛，我就可以往生极乐世界做佛了。哎，哦，所以我们假如一听就很欢喜哦，那你可能供养超过400亿佛了啊！啊，当然要很好的珍惜自己的缘，好，哦，好，这个以上仅供参考。阿弥陀佛。